到可能啊，挺严重的呢。那看到那半截的车能穿得看到吗？天桥塌了那看到那半截的车能穿得看到吗？天桥塌了那个。才回来啊？啊，回来了。早上吃饭了吗？没有呢，光顾忙着挣钱了。这一天把你忙的，你说起早贪黑。哎呀，一会儿把这个钱你都存到银行去啊。一会儿我想去买车去。买什么车呢？车先停停，先把这些事儿办完，还有这些个卡啊，陆续的都转到美国银行儿子那去。知道了，密码你知道啊。知道，这是又贪这么多钱呢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咱们现在一共存多少钱了？一个亿多一点。从今天开始你要陆续把咱们的钱转到美国儿子那里啊。知道了，你以后还是少贪一点吧，放手吧。你知道什么呢？我现在就是不贪了，停手了，以后查到也是蹲。我贪一个亿和贪十个亿是一样的，就是蹲呗。哎呀，少那么多话老嘟嘟我啊。哎呀，不管你。哎呀，他就是查出来也不能枪毙我，也不能砍我的头，你怕什么呢？最多判我个无期呗。判完以后你让儿子给你打点钱过来，活动活动不就变有期了吗？有期以后再活动解刑，几年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咱们还是有钱人，还是人上人。假如战争爆发了，咱们就跑到美国儿子那。啥？来，给我爷爷了就得涨十公分了，到二十公分。继续涨，这水继续涨。再拿个脚底了，这也没有领导管管问问，这是把老百姓淹死了才有人问是吧？没得喊，没喊说两句。看蒙人武汉，他到哪了？到五站了，马上都。看撇出任务呢。啊，我们是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虎桥乡竹沟村。你看我们这儿，就因为这个大河的水啊倒灌。
啥都冲跑了。这个水跟上次发水就凉了，冷了。捞来。你看，这是去镇上的唯一一条路，又给淹了。上一次暴雨就是淹了这三个村，几千亩地都淹完了，村子里面的水都到腰那么深。等水下去了以后，地里面全部都是鱼，都抓出来几千斤。而且上一次暴雨，这村子里面的小麦都淹了几万斤。暴雨过后都是晒小麦的，这一次村子里面是没有小麦了，但是这个屋里面的东西好不容易归整好的又给淹了。老乡，如果你在外地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一定得好好干。你看就靠这几亩地，别说养家糊口了，就是能连给小孩交学费都难，你说是不？看看这个大车给它淹完了吗？淹完都沉的了，这个小车露点头。那门都关了，我那个门也没关。你管不管都一样，现在都飘着呢。这不是上车啊？我哎，你拿吗？拿把那个飘回来了，我把谁给你弄跑了？我靠，那淹到那样的，全弄坏了。是嘞，看老诸葛的都倒完了，老诸葛说的，谁治的？看这，都倒完了。飘完没有了，你看都飘啥都飘完了，这当的本身这有几十个啊，你看我这三十车都淹完了，这回这刚换的新电瓶还是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